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石头聚焦啊！九、呃、月十七号，星期五，这个有位朋友可以晚睡一点。我先赶两期节，先赶期节目，比较快。一扭脸回到铜锣湾书店了，这弯子绕比较大。呃，美国的故事呢，基本上我们看美国故事成了我们大概这一年半的焦点了。但是今天我看到一个消，这个消息呢，这个消息刚出来，其实在英文的媒体中已经出来了。 我当时没太在意，大概英文已经出来两天了。我当时确实没太在意，呃，但是今天看到有中文登了，呃，这可是个大事儿。铜锣湾书局，铜锣湾书局这个事儿，我们知道，桂林海他们大概五六个人吧，遭了殃了，就出了一本书，对吧？那习近平跟他的女人们，那个书，我跟大家解释我，我那个、书就是纯粹就是人家换点钱花，那、呃、个太一般了。 但是，书里面谈到，就是从习近平年轻的时候，到后来他遇到一些伙伴、同伴吧，包括他的前夫、前妻，包括他同这个年轻时的一些恋人，这个每个人的生活都是。你现在都不结婚，都叫朋友、男女朋友。我相信很多人、很多人的故事都会比他丰富多彩。那当然也包括他在福建的一些故事。 但说实话，那个一很一般，那个东西就是为了弄点钱花，在当时的环境中写书的人。但是铜锣湾书店呢，他就卖这一类的书，结果没想到出事。其实那本书最后谁写的，好像倒没怎么着。结果书店这五六个人倒了血霉了。桂林海可能到现在还还在里面呢，所以这就是另外一个人，就是背井离乡了，对吧？他跑到台湾去。 就是一本书惹的祸，而这本书他却表现出习近平的个人的特点，他不惜动用国家的所有力量，去去去整这件事情，那这就这是这是他的概念，可能换个其他人不会这么做，你换邓小平他不一定会这么做，就是他觉得反正他甚至心心态当中觉得他就是个玩笑。 但习近平不是，所以这里面反映出习近平是非常大的生命特点。我没有什么别的，羡慕妒忌恨。那很多读书的人把他骂成没有文化，你越骂他文化，你越把自己标上往标榜成文化人，他往死了整你。他整死你是让你自个儿死，他不会杀你的。这是铜锣湾书局引发出来这件事情。与其说那本书如何，不如说让大家看到习近平。 在触及到他个人的时候，接近最大可能来来整理，所以这是想引发的。另外一个人呢，这是因为跟今天这件事情有关啊，跟今天这个新闻有关。另外一个人就这个叫段伟红的这个女的，段伟红，她实际出名的时间是二零一三、二零一四，她当时是跟温家宝的前后出名的。 呃，因为习近平开始反腐，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份开始反腐，抓了这个抓了周周永康，暗抓周永康，明抓，呃、这个这个李李什么来，李幺零，他过都过去了，六幺零呢当时的主任，那是当时的干的，所以反腐是习是习,是习近平真正起来的故事。那当时江泽民派系的人，为了抗击。 习近平的反腐在二零一四二零一四开始刊登，包括开始攻击温家宝跟习近平，这是什么攻击的方向？主要被攻击的是温家宝跟习近平，胡锦涛呢相对弱一点，所以温家宝是被攻击的比较厉害。二零一二零一二年，二零一二年十月份，所以那是《纽约邮报》《纽约时报》登的。 那攻击习近平的呢是二零一二零一六月份，二零一三年六月份是这个英国的英国啊、呃，对不起，是美国的彭彭博社攻击胡锦涛的是二，是这个英国的英国的《每日电讯》呃，英国的泰晤士报》啊、呃、周日版，所以。 这因为这都时间过久了，那时候我们讨论，所以这是当时他们攻击江泽民攻击的对象，江泽江家帮曾庆红攻击温家宝，主要是在他太太身上，张培丽吧，张培丽应该是，呃，攻击他太太身上，呃，他跟太太是四川地质学院毕业，地质大学毕业的，还是陕西，学地质的，所以他太太后来就玩宝石。 那学地质的玩宝石，那就是，我自己都学过，学过专业的，忘了，全都忘了，全都忘，了一点都不记得。所以就他是学地质的，所以认宝石那就谁想骗他不太容易哈。跑这个缅甸买，花十块钱买个翠，想说我们家这个可翠了，我刚翠了口，特别翠，好不是那么回事，所以你骗不了他。所以段美红是在那个时候出的事情，就是。 出现这个名字，出现二零一三、二零一四攻击这个温家宝，那段伟宏呢，在当时就是类似有点类似掮客的感觉，就是他帮助温家宝的太太去赚一些钱。嗯，那所以这个段伟宏的名字就一直出现，但这个人比较神秘，就是说没有太多的图片、照片，没有没有太多的出来。那后来段伟宏在二零一七年就消失了，这个人。 呃，后来就没有再讨论了。那大概的说法就是孙正才，后来段伟宏呢押宝孙正才是接班人，他没想到孙正才出事，然后段段伟宏就出事了。这个前后的故事，就是我跟大家介绍这个前后的故事是这样。所以段伟宏是一个非常，呃，对对中共上层，就是现在的以习近平为中心的上层。 了解分非常深厚，那为什么讲这件事情呢？就出了另外一个人，就这个人，这爷们儿，这爷们儿是个有钱的人，呃，叫沈栋，应该那个名字叫沈栋，一栋两栋，一栋楼两栋楼呢。这哥们儿叫沈栋，是段伟宏的，看来是曾经的大学同班同学，后来是他的。 前夫前夫离婚了，那但是在段伟宏在国内呼风唤雨的时候，他呃当时他们是夫妇两个人啊，包括跟帮着温家宝赚钱，温家宝太太赚钱，那个时候他是绑在一起的。那结果呢？而且在2008年，他跟就是他们夫妇两个人。 跟习近平夫妇两个人吃过一顿饭，他他讲的又吃过一顿饭，呃，这顿饭呢吃的就是说段伟宏想去拿下习近平。二零零七年，薄熙来下台，呃，薄熙来被发配到重庆，习近平成为这个王储，啊，接班人，所以他们很适时的去盯上了习近平，而且跟习近平和彭丽媛吃上饭了。 那个时候很很显然，他的背景是因为有温家宝的背景，所以习近平啊相信，在当时来讲不得不买温家宝背后的账，就吃了这顿饭。那就这么个人，结果这爷们儿，这爷们儿写了一本书《红色轮盘赌》要出版，结果这是应该是这个月要出版，结果这个事儿就成了大新闻了。 那绝对是大新闻，《红色轮盘赌》他写的，那结果段伟宏给他打一电话，说你别出这本书。他们两个人四年没见面了。